游戏也太简单了吧，快看呀，全程我都不用碰它，它就自个儿往前走，快看，遇到障碍物了也不怕，它也会自己往前走，快看，哇，这还玩什么呀，这该不会在逗我玩吧，真的可以不用管它，它就可以到达终点，快看，天哪天哪，不会吧，你是请我来当观众的吗，可是我的球球呀，这都走到两米就掉圆洞里了，原来呀是我玩错了，快看呀，一定要躲开障碍物，然后收集跟自己球球一样的数字或者是颜色，才可以啊走得更远，快看 64， 哇，合成128了，两个128又合成了256，原来呀这是滚动2048呀，越滚越大，快看，哇，1024了，躲开障碍物，哎呀1024，不会吧，这是最大的了吗，哎，走到多少米呢，看来不是最大的，还有2048，但是我听说这2048球球呀非常的难合成，一般人呀是不可能成功的，什么什么，我才不信呢，今天我就要来合成一个2048给你们看看，嘿嘿，怎么什么情况，哇，差不点掉下去了，来来来，我才不服气呢，不就是个2048吗，哎呀，我说这怎么一个2048都没有，哎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，这下尴尬了，我竟然带了一个数值8到终点了，天哪天哪天哪，太难了。